大家好，我是美瑶，我是曹博尔。听说这集底底好吃，我们可以好好享受了。真的是谢谢公司给我们这个机会，让我们好好休息看电影。没错，我们今天在台中的 Tiger City 微秀影城，然后这边除了有一般影厅，然后还有 Gold Class 顶级影厅让大家做选择。你一般看电影只能吃爆米花、吃热狗，这边不一样 ，Gold Class 给你很多选择，有豪华大餐，还有豪华座椅，在那边给你与众不同的贵宾享受。这么好看，我也要跟。哇，那我们这边来欢迎学长 Abby。哇，学长，特别来宾，特别来宾，好爽，好爽，好爽。今天要我来参加，就是让两位 PK， 那最后赢的人可以跟我一起吃最后的大餐。哇 ，PK 我一定在行的。迪迪好吃，录了这么多集，我没有一集输过的。那我们今天的规则就是看谁最先可以到台中的 Tiger City 微秀影城 Gold Class 顶级影厅入口处找到我。没有问题，好出发。影厅在七楼，那我们直接搭电梯上去喽。我现在就在七楼的 Gold Class 顶级影厅的入口，看看谁可以先找到我喽。哎，超哥，等电梯太久了，不然我们来 PK， 看谁先走到七楼。好啊，不是问题啊，来啊，哎 PK， 走走，输的是小狗。这个吗？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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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累，我好想超哥跌倒了。你好，欢迎光临 Gold Class， 魅力很高兴为您服务，请问有购票了吗？还没。那我们最近一场的话是《古墓奇兵》，直接帮我们做购票哦。好，谢谢。那这边位置稍微坐下，帮你递菜单点餐。谢谢。那请问这边三位有来过吗？没有。那这边跟你做一下介绍，我们这边的话是 Gold Class 大厅，那楼上影厅没有化妆室，需要的话这边只走到底，逃生门推开右手边，那后面的杂志也可以做选择的部分。那我们的话也有做餐点的选择，这本的话我们是以单点为主的，它是会有一些甜点、饮料、爆米花，或是说单点的东西都可以做选择。那我们的话也有主厨推荐单双人套餐的部分，它是比较划算一点，它是套餐的部分。那我们目前有跟点点心合作港式饮茶的部分，一样可以做选择哦。哇，它好多餐点哦。那如果我们看电影点餐，但是吃不完的话，那要怎么办？那我们会把你们送到影厅里面去，跟电影做享用的部分。像这样很方便、啊。对、欸，那其实我们也是你知道，边做料理的。那我们今天可以体验哪一道料理呢？有，我们今天的话可以帮我们体验就是做冰沙的部分。那我们开始直接去挑战吧。这里是我们主要制作饮品的地方。今天我们有小胜 L 来体验冰沙的制作，那分别有 Oreo 的口味以及热带芒果的冰沙。别忘了今天我们有 PK 赛，要让两位猜出我喜欢什么口味的冰沙。Oreo 有什么原因吗？因为我觉得女生都喜欢吃巧克力。怎么想女生都应该是比较喜欢吃水果。我觉得女生刻板印象绝对是喜欢吃巧克力，直接刻板印象带出来。对啊，直接是刻板印象。好，没关系，那我选热带芒果口味。没关系，我觉得他应该是喜歡到时候见真章，一定是那个。我之前有看到他喝酷冰沙。我喝酷冰沙吗？哦，我之前有看到。哦，真的、哦。对对对。你干嘛就这样偷偷研究别人？你真的很变态、啊。好舒服，好舒服。静候佳音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先请到我们的影城经理，经理可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吗？哎，大家好，我是 Tiger City 微秀影城的经理，我是 Miranda。好，那可以请经理帮我们介绍今天我们要做的这个冰沙吗？好，那这边第一个的话是我们的 Oreo 牛奶冰沙，那它用的是我们小朋友最喜欢的 Oreo 饼干，然后会加上一些牛奶跟鲜奶油的部分，然后下去做调和。那它这样调出来的比例，其实它在奶味的部分跟巧克力刚好是很完美的比例，那喝起来会有非常浓郁的那个牛奶的口感。这款热带芒果冰沙的话，它用的是我们新鲜的芒果果粒，那搭配一些一点点的那个芒果汁，那会让它整个冰沙的口味跟那个味道的部分会是非常的丰富。欸，那我们这边谢谢经理介绍，然后我们马上要来进行我们这个手做冰沙。好，那现在由我先来挑战。虽然刚刚没有芒果的示范，不过应该是大同小异。我觉得我来做应该是没什么问题。好，首先我先加这个一满匙的冰块。
可以再多一点。它是满尺，好不好？那你家是平尺。刚哦。够满的吧？然后我刚刚看它是就是把配料都加进去，因为它已经帮你调好了。对，它这个比例已经帮我调好了。看起来蛮顺利的啊，看起来蛮顺利的啊。这个是先按四，对不对？这时候只要想办法把它打碎就好了。就你这随便按就可以，是不是？对，它这是秒数。感觉蛮成功啦。好像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会不会有点太稀啊？不会啦，外面卖冰沙应该都长这样。可是它刚刚那个最后那个要怎么叠起来啊？有啦，只是太少了。它算是有在叠啊。最后插上吸管就完成喽。我觉得我这个整体来说，应该老师给几分？这个端路去卖吗？满分十分的话，这可以端路去卖吗？老师？可能有一点少。那现在看过我的教训了，失败，马上换我欧流冰沙，我不会再比他更烂了。好，马上换我来挑战 Oreo 冰沙了。我们看到今天材料有 Oreo 鲜奶，还有鲜奶油。然后刚刚熊安那个芒果冰沙做的是蛮失败的吗？也没有到蛮失败。刚老师说那个真的是蛮失败，整个都融掉了，所以他不及格。那现在换我来示范一次，好不好？老师这样够吗？老师，好像还是不够。应该可以再多一点。再多一点。然后就跟你说还是不够，一点点。这样可以吗？等一下还问哦，都看过了。你刚刚也有问老师、看过两次还问。鲜奶油加进去，牛奶加进去。你这样这么慢，说明它已经先融化了。不会啦。其实我们冰沙在制作的过程中，其实还蛮讲求那个效速度的。对，速度的有没有要融化了啦？不好意思，老师。你有加这个吗？有时候可能在聊天的过程。不好意思。这个是有的呢。你以为他们放一个玻璃杯子在你前面？我刚刚没有看到它里面有东西。我想说，你知道美观。真的很棒。那这个是什么东西呢？果糖啊，一点果糖。认真一点好不好？超负荷。有，全部加进去了。快，要融化了，超负荷。等一下，超负荷。不要紧张，慢条斯理哦，优雅一点哦。好，融化了。它这样子压不进去，正常吗？老师，你就两个三啊，一个四，一个三。为什么我才打十秒，它看起来全部都融化？没有啦。它看起来不像个人的，你就再按一次二啦，再按一次二，我觉得按一就好了，也可以啊，我觉得按一就让它再动一次。冰沙的部分其实也不可以打太久，因为这样会导致冰块融化。那好，差不多，再打就打一次，就一次，再打一次吧。一也很久18秒，它这个一是不是听起来特别大声啊？它一很强，对。它这个是有区分的吗？感觉用两个一就好了。我已经看不到它的影子，你知道吗？它已经完全消失在这个。太快。我好像看不到冰块了。那你的杯子呢？把它挖进去。速度上可能要加快哦，不然它就融化了。不好意思。听到没？我也是差不多快看不下去了。老师，它长得这么稀是正常的吗？老师，还是我有点打太久了。没有，是你太慢了。刚有点慢。你盖个盖子就快5分钟了。哇，老师，这看起来好像，你知道那个吃完，怎么可以这么稀？这样用假的吧？为什么啊？这样比较不会弄脏啊，是吧？是用假的吧？还是我多此一举，老师？老师笑而不语，赶快。你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啦？我们两个谁比较好？如果真的要选出一个比较好，伤感情。真的要选的话，应该是 Oreo。当我没问，我这样子都赢了，我这样子都赢了。我刚刚压这个压了10分钟，我还赢了。哇，你这個。但是形状上面来讲的话，应该是一开始的那个芒果冰沙。这段帮我剪掉去。比较漂亮。哇，这个芒果冰沙真的是太失败了吧？哇，我刚刚那边压那个十分钟，我这样还是你耶。哇，太厉害了吧？好，那我们等一下来试喝一下我们自己做的这些冰沙啦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现在要来先品尝一下我们自己做的冰沙啦，呕心沥血之作。
好不好？你那个最失败的，输给我的失败者，你先请吧。我没想到你搞了这么久，我竟然还输你。没有办法，天分的差异。哦，我觉得它那个芒果味超浓厚的，还蛮好喝的。就走这样吗？我想喝喝看你的，因为我比较喜欢 Oreo 其实。那我也想喝喝看你的。那我也想喝喝看你的。那我也想喝喝看你的。他也喝了一口。你干嘛用那么暧昧的脸跟我讲这种话？我觉得喝起来甜甜的，然后很舒服，就喝起来就哇，有一种恋爱的气氛，恋爱的感觉吗？那你喝这个应该我们交换看看，直接。我比较喜欢这个。这个好像好喝一点。对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这应该就跟那个做的好不好没关系，这应该就是个人口味观感。其实感觉冰沙做起来看起来很简单，但是其实做起来很难。对，你刚在那边做的时候，任何一个环节都要速度要快。对，你看老师的冰沙其实没有融化的这么快，它最后是停起来。我们喝进去全部都是水。对，我们现在就像在喝饮料。我们刚喝进去全部都是水，就是喝它的味道而已。好，那我们这边讲这么多，我们还是要让 AB 来选一下他心目中最喜欢的口味啦。刚刚这杯是我做的哦。对，这杯是超不错。那换回来好，换回来看。你错乱，可以还我那个吗？还你。你不要因为比较喜欢我，你就故意选这杯。没有，好，不错不错。你讲完这句话会选我。两位顺利通关，我来看一下，我最喜欢应该是。到底我会选谁的冰沙呢？欢迎大家在影片或粉丝团下面留言，猜对的我们会抽出一名幸运儿，将获得 Go Class 顶级影厅单人套票一张，让大家来体验。下一集会带大家来看看微秀影城 Go Class 顶级影厅内部的设施，千万别错过喽！